中国娃娃于1999年出道，凭借一首单眼皮女生在台湾爆红。不过两人的合约在2005年到期后，一度各奔东西，直到2013年才再度合体。陈娃娃多年前回到泰国，积极发展副业，经营事业有成。而太极华裔成员贝儿则在2012年结婚生子，不时透过社群分享育儿生活。如今两人依旧在演艺圈中活跃。日前娃娃也晒出了和贝儿登台演出的照片，只见两人穿着十分火辣，大方展现较好的身材曲线，散发性感成熟的魅力，与当年的稚气模样差很大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惊呼，难以相信他们今年都已经超过40岁了，到底怎么保养的？简直比刚出道还美呢。Bye.